中国我说才区方文娱与豪杰，这是一场豪杰，先是一场能活引发的实际性文娱，再是能活的重叠。如何赢得文娱，不接种有效疫苗，以无力的风控防斗，单行单流全面停摆的对策，想把病毒赶走，前后已经三年，让香港成为孤岛，让上海成为市城，让北京成为鬼都，让广州深圳半生不舍，血来养活中国，经济引进意义恰当细密，种田人不让下地种田，挣钱人全部失业在家，掩盖商铺时时就空，白袍蓑衣凶鬼当道，人活愈演愈烈。文娱有那么可怕吗？可怕的是政治上的清零表演，上帝让其失望，比仙人其疯狂，灾难性的后果立马显现。中国经济增长但也是下落，回到了1976年，十年浩劫后的水平面上，那是用濒临崩溃的边缘来形容。好在还有8亿农民耕种在田，如今民田皆荒，移民与逃离潮暗潮汹涌，全球粮食危机无法避免，国家的庞氏骗局从地产到股票泡沫，把人民的稀罕钱财全部挤压掏空，最怕乐极而死，即便外愁如今也没有这般惨烈。等着看吧，荒唐国的荒唐事一定层出不穷，史无前例。马路上种庄稼已经开始，只等砸楼还田，高铁上挤满逃犯行骗的人，共产风与白神曲将响彻耳夜，大饥荒人欺人，地狱的景象一定会再次出现，事实上正在远离人间。